啊，那《探玄记》里面讲三昧啊，三昧是等持，立成福故，定慧等故，明月等。这个等就是定慧平等啊。这个修禅的人啊，修禅定的人非常讲究，那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。定慧要不等，你心定不下来。 啊，慧要是多于定，你显得浮躁；定要多于会呢，你的现象是昏沉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定会平等，你的心情才正常。 啊，才是真正在定中的境界。那么，这个我们从粗浅显的地方啊，能够呃体会得到。啊，我们不是修定，念佛堂念佛的时候啊，有绕佛，啊，绕了几圈之后啊，就直境。嗯，直进的时候就出现了。 啊，直接是叫你坐下来呀、啊，坐下来念佛了。可是妄念很多，那个妄念多是什么呢？会多过定，就妄念多。哎、啊，有的人坐下来的时候没什么妄念呢、啊，但是几分钟啊就打瞌睡了，睡觉睡着了，打呼了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定多过会，那、啊、会产生这个现象，功夫都不得了。 啊，所以一定要定定慧平等功夫才得力啊！所以这是在念佛堂我们常常能看见这种现象啊。如果自己有这个现象的时候，要懂得调理啊，妄念太多的时候，要把它定下来，心要专注。 啊，我们都用念佛吗？专注在佛号上，把杂念放下。啊，如果是昏沉，啊，定多过多过会的话，昏沉，啊，精神提不起来，你就起来，或者是绕佛，或者是拜佛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来来调理自己。 啊，让自己啊功夫能够得力，啊，这、嗯、等持是这个意思啊。立沉浮，啊，沉是昏沉，浮就是心浮气躁，啊，定会，这叫等，啊，等持。心不散故啊，住一境这叫持。啊，实实在在讲。 真正的原因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，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，啊，虽然经上讲的很多，啊，甚至你自己也会讲“万法皆空”，啊，可是你心上就不空，你还在留念，啊，真正空了。 你还有什么贪嗔痴慢呢？就没有了嘛！啊，万法皆空，好像是一个口号，不是真的啊。啊，所以真正菩萨他知道，菩萨把这句话当真。啊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年修小乘虚脱洹都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他真干，他真得受用。 啊，我们虽然晓得没真干呐、啊，啊，不得受用，啊，一定要真干。嗯